好的，没事家讲了一个好吃的，来，巧克力我都舍不得吃，给我们胖妞吃啊。咋了啊？呀，这咋还给我扔了呢？啊，这不能吃吗？这么好的东西啊？哦，我看看，啊，狗狗不能吃洋葱葡萄巧克力呀，会中毒的啊。哦，你听谁说的呀？这是，来，这个月的伙食费该谁交了？玛丽，你的伙食费谁交？都是梦露交啊。对，梦露这个月不光交伙食费，还交了衣服。看看，私生这的通通得交啊！今天，小梦露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交不了伙食费，今天晚上吃狗肉了，赶紧给我找伙食费去，快点！意思这个里边有生活费是吧？啊？哦，就这个里边有生活费。好，我看看，一定很多钱。很多钱呀，里边什么逗你玩，你今天晚上吃你狗肉啊。哼，你今天逗我玩，今天晚上吃你狗肉。你俩生活费在哪里？玛丽，你的生活费在哪里？不行啊，这里边都是糊弄我的，这里边没钱。不行，得给我交生活费去。你跑啥？你给我回来，你把生活费给我交了。什么鲨鱼软骨今天就一根了，谁的盆子啊，我给谁吃啊。快都赶紧找盆去，赶紧赶紧的啊。你拿来盆了是吧？来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梦露的盆最大是吧？梦露啊，哦，梦露盆最大了。哎呀，梦露吃多多的啊，这个让梦露吃。来了一个贼，谁也甭想吃了。哎呀妈，抓贼呀，快点了，他把肉给偷跑了。梦露，你的肉今天的